政府正在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，可加深台湾与新南向国家的医疗合作关系，更可透过疫病防治上的交流与合作，让这个防疫网更坚固，借由与新南向市场的医疗卫生法规和制度相互连结，大大降低了国内医疗卫生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和成本，国人健康安全更有保障。卫生福利部关心您，新南向新力量新方向。